史亮和饶伟辉哥俩好像都是兴宁的，俩人长得也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兴宁。右侧的角球，张烈打了一下，挑过一个人，奥古斯托，哦，反向传，哇，王刚，王刚慢了。这一下后卫收得很好啊，收得很好，收得很好。邓涵文真棒。这球啊，他拐那个弯啊，拐的半径有点大。连接动作如果再快一点，身位能卡上。是。但有时候这个大个儿里让他做那种筋道的动作还真挺难。难点，难点，骨架子大呀。今天仁和的这个战斗精神，我觉得真是不错。奥古斯托好像一下有点挥挥洒了啊，是挥挥洒洒。说这个队长袖标一直没交给我，我很疑惑。但说实话，你看他拿球的这个思路吧，对，已经完全是球队的核心了。啊，王刚又前插了。今天看来啊，是两个黑风双煞呀。啊，搭一个在中场中前场啊。啊，搭一下之后。王刚插身后，拖起来硬王刚，对，是吧？有点这思路。说我们哥俩哨得远点，你就看我们俩谁拿球，然后你又往禁区插。哎，就这次邓涵文。